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猫，我是宝宝。今天下游戏，我在神殿看到了这个。对，你没有看错，整个王者峡谷最帅的皮肤，爱与正义烈焰红唇，竟然打折了，才288点券。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，然后瞬间拉了四个粉丝秒开一局。我熊妖精今天就要试试这个皮肤到底有什么魔力可以这么吸引我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熟脸非常的皮，一上来就挑衅我，可是他忽略我老陈的伤害。一个平 A 加二技能将他打出被动哟，这瓜皮超落后的挺耐打，想跑使我拿老陈一记上班服啊，最终我还是被他给换掉了。好，草等见面分外眼红，废话不多说直接开打，这瓜皮可以啊，很强势。完蛋，我感觉好像打不过，大哥我臭头炮还不行吗？啊，想我也是堂堂大唐官府掌门人，竟然被人逼到如此的境地。看着这瓜皮脸得瑟的样子，我决定了，嘿，召唤术粉丝柴拳，没想到吧，天真单打独斗那是满腹愁为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。好，这里我们有着巨大的优势，可以看到粉丝们已经去偷主宰去了，而我作为爱与正义的使者，我得做些什么。于是我打算吸引他们的活力，为我的队友争取一时的时间。哎哎哎，被发现了，完蛋，快跑啊！大龙被抢了，虽然很想救你们，可是我老陈爱莫能助啊！啊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好，对面气势汹汹的杀过来了，大家不用怕，有我老陈在，我一定会守住的。人在他在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哎哎哎，手滑了，一技能我跳。哎，呀，什么鬼，没电了啊！然后我们就输了，这皮肤有毒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去买啊！Thank you.